天后 Coco 李玟七月奏逝，享年48岁。七月31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告别式。8月1日一早灵堂便聚集了众多亲友与歌迷粉丝。李玟的两个姐姐也早早到场准备后续事宜，但不见老公 Bruce 现身。李玟的灵柩由珍妮、姚谦、华纳高层等人担任扶灵人士，大姐、二姐手捧遗照。当队伍缓缓步行，全场哭成一片，场面哀凄。殡仪馆外更聚集大批粉丝列队送别 Coco， 伴他走完最后一程。Bruce 直接到火葬场，引起不小的骚动，不少粉丝也守候在现场。根据港媒报道，他亲自按下火化钮送别妻子，离开时也难得开口。I love Coco, my home. 那你会伤害了我妹是其他人吗？没有看到，你们小心啊！我们小心，我们小心，不要撞到啊！慢慢走。你们慢慢走，之前有选好房间地了吗？撞到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撞到，哎，小心，不要撞到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姐姐，你怎么看？我爱的扣扣，你怎么看？小心小心。别醒来。